你看来这个超市买个菜，看买菜要。来这个超市买个菜，看买菜要花多少钱。光华超市，来丁胖子广场的人都可以到这个超市买菜的，可以刷信任卡，国内信任卡。山药，买个山药，回去炖排骨。看还有什么菜。在这里，搞一把小葱，1块钱。西兰花，买个西兰花。生菜，生菜屋里还有。啊，这也是生菜，菠菜。豆芽，红薯，土豆，买两个土豆，黄瓜，搞一根黄瓜。不买这几个，吃完再买。今天给自己加个餐，买个排骨。这边调料，看一下这里的肉的价格，牛排，怎么有排骨啊？排骨，没有排骨。这排骨，排骨都这么大呀，你这排骨切不切呀？拿个小块的，能削一半是吧？啊，你给我削一半，削一半。猪排、鸡肉，切好了，这排骨，自己看价格。有一斤多吧，这排骨。这里卖面的，我去买点饺，买点饺子当早餐。看到饺子，馒头，包子，啊，对面是饺子。这是饺子的价格，什么馅的？鸡肉馅的，这个便宜点。韭菜猪肉的7块钱。这个。4.69，这个4.69，再买一包吧，回去尝尝好不好吃，好吃下次再买。都买的，来，这是价钱，自己看价钱，16.18。国内的信用卡可以直接在上面刷的。回来的，就是今天买的菜，山药、小葱。土豆、水饺，这是排骨，上面是价格，5.62，这是小票，你们自己看。
多少钱？